不要再怀疑我一次就好，好不好？一次。啊，我也是好人，没办法怀疑了。然后觉得我等一下又要死了啦，好烦哦、喔！到底能不能玩游戏呀？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528，他们都很会耶！我的天啊，好像我们刚刚那边鬼鬼表现得非常诚恳，这才没事。我之前玩狼玩得很雷耶！我的天，我每次要杀人杀完之后，都真的有一些嫌疑会被发现，那真的是没有办法。真正是无法度啦，好不好？真正是无法度啦。不过好险都还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被狼利用的，那应该就还好。我真是雷到一个被狼利用，那真的就没办法了，超可怜，最可怜那一种。嗨，鬼鬼，你是好人对不对？我说的好小，我天，鬼鬼应该是好人啦，因为他没有。他没有杀我，我真希哎，有人死了，死在哪里？在这边，你们要取消啊？死在哪？我怎么可以通报？哦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虽然这个是 SCP 9，但是不是我，他死在最左下角。然后刚刚因为都是暗的，然后我很早就发现可以举报，但是我等，因为好像要站到尸体前面我才可以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等他，他在死在那个转那个就是水道的那个地方。对，可能看一下有没有人是从那边过去修灯之类的。我自己一开始就是修电的时候有跟大家走在一起，那之后我就一直一个人在右边接任务，我没有看到其他人。你好坏，你好坏，不是我，你怎么走？你为什么自己走？你好坏，不是啊，不要抱团不是吗？而且我们现在死三个人嘞，我觉得。对啊，然后两狼出去，然后那你是在哪里看到尸体的？我们刚刚。我在左下角，关灯的时候，我跟米宝在炮房跳下角啊。刚关灯的时候，我有在左下角看到 SCP， 他去转水房之后，灯就关了，我就走上去。我们左下一堆，那时候左下一瞬间一堆人。对啊，我就看人太多，我就上去，然后修完灯，然后我就往右边，然后要去打炮的时候，然后走到 WiFi 左边的时候，然后灯又关了。基本上六个都在吧。红紫咖啡粉，我不在啊，我是后面才进去的。OK， 好，然后羽毛是我出去之后看他进去，然后米宝是跟我在炮房相遇，太多人了，跟他在打炮，我在气。对，灯谁修的？我不是我，是我，我在右边，我在右下实验室里面，我真的出不去。你在右下实验室是不是？那我要再讲一个，我在右边，有看过鬼鬼哦，可是鬼鬼也死了。哇？左下只死一个嘛，那索拉尼口爆死哪那个白金、没有用，这一组波非常的危险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等一下，请冷静，请冷静。哎、欸，他讲话都错了，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我非常的冷静，我这也是白除了万难，我不觉得非常的对不起你，但是这里真的非常的危险，你真的非常的危险。我感觉很坏，可是你想想哦，我除了第一次。最一开始第一次停电，我那时候就在找折屏。哎、欸，还有三秒，还有三秒，要投票了，要投票了。我就往右边走，然后走了一圈。要投谁、欸？要投了啦！不然只能 skip 啊！投绿，你是鬼，我票你。拙劣的演技。啊？你搞坏了！我觉得是他，我觉得是他啦，但是
但是也不好说，但是应该是他，或者是羽毛，我觉得应该有可能。因为我右边我看到鬼鬼，可是鬼鬼死的话，应该代表他应该是最新鲜的尸体之类的，比较有可能啦。我要先用电线，干嘛、啊？他在看着我哎、欸，妈宝，米宝啦，不是好人啦，米宝。哎、欸，太快了吧！你们拙劣的演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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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谁拙劣？哎呀！这个躺着也中枪的，你不够诚恳的、啊，没有说服我、啊。我从头到尾就在那边乖乖的当好人渣。欸、他是为了担心我过来找我事情，然后我怀疑他，对不起。哇，恩将仇报。我想说他一开始没有在左边没事，他讲说他在右下角，我有看到鬼鬼在右边啊。我活着。为你，从来妈的，我死在左下那个要上去的走道啊，白里头。我很怕你从左下去，对不对？还好你被刀掉了。有我在盯，我在盯，他靠近我就刀了。Oh my god！ 他如果再往上走一点，刀掉之后，我们下来，然后把那个通道门全部关起来，我们跳地洞走。对啊对啊，我原本想关，就发现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没关到，我就还是跳地洞走了。你好烂哦，天空猫，到底在干嘛？你们才烂啦！拙劣的演技，你们拙劣的演技、啊，拙劣的演技、啊，拙劣的耳朵。哦，我今天真的是疯狂当杀手哎、欸！我这一次就先不杀人好了，我觉得我杀人太恐怖了，我交给他杀、啊，不然我每次在杀人的时候会出事，很恐怖、欸，不太好，真的是不太好。SCP 又来了，你想干嘛？我不想理你啊 ，SCP。嘟噜嘟噜嘟噜。嘟噜嘟噜嘟噜。嗯，还没修完啊、哦？到底修好了没啊？天哪！嘟噜嘟噜嘟噜 ！ACP 好烦哦，他任务跟我是一样，是不是？感觉是、欸。嘟噜嘟噜嘟噜，嗯，嘿，在哪？在哪？他死在办公室右边那间房间里面。办公室右边然后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帅哥死前最后一面，他往 O2 那个方，在左下角，左下一定他一定是死在左下角。然后那时候左下角有几个像 Solaneko 阿卡马鲁，我最后看到你们是在左下角，你们最好说一说你们把。我去打炮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件事情哦，你现在说了三个人哦，你现在只有一个人哦，你自己注意点啊。我靠！哪怕我今天是人、嗯，你不是鬼，我也要把你投出去。我劝你最好是不要啊！你这个台电员工从刚刚开始就没有在修电了。那我们可以先来盘白色怎么死的，还是你在刷卡、欸是不是？不要不要，我们先盘。主播我问你怎么死的？主播我问你，你上来的时候白色活着吗？
我上去的时候，你是说哪时候上去的时候？修电的时候，你是第一个到的，是第二个的，我不知道。修电前看到他的，我不是修电后看到他的。那关灯的时候他还活着吗？关灯前他在那个瞬间，关灯的那个瞬间，我已经跟他擦身而过，他已经不在我的视线内。那你为什么要咬我们？因为我最后看到你们三个在那个方向啊，我没有要咬，我只是说那三个。先等等，米宝那个先没有关系，我们先盘那个，这个可以等等讲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米宝，米宝，我问你哦，对对对，你觉得这个尸体新鲜吗？有过一分钟吗？你觉得？你拍的是哪里的？黑色，黑色，我觉得应该死一段时间，死一段时间。我觉得白的比较新鲜，我觉得白，我也觉得白的比较新鲜。然后他是死在刷卡室吗？黑的死刷卡是吗？不是吗？对，刷卡。哦，是黑的死刷卡是啊。对，白的应该死左下。哎、欸，那我觉得黑的比较新鲜哦。我修电的时候，我是从右边上去的。黑的比较新鲜。我是从走道上去的，可是那个时候我的 report 键没有亮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很坏。不是，这不是我。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觉得两个人很坏，一个是 A， 一个是 Soda Nico。我先讲我的视角，我的视角我没有看过白色那个。你杀了嘛？当然我知道。不是，我是我没有看过他。我进奥托的时候，我看到你，然后你不是先走，然后后来我要走的时候，灯已经关了。哎、欸，七秒，我等一下要拍桌，我等一下拍桌。啊，可可可。他要死，他要死。没票了，是不是不想过？我不想赢的。不想赢。白桌，应该要讲我吧？我先把那个要拍桌的先杀掉。好像杀不掉、欸、好麻烦啊！多杀一个人。拍桌应该来不及吧？哇，没人解啊！为什么？左边有鬼啊！你们没有去修吗？我就在右边，还不修？不是左边有鬼也在等啊！左边一直都没有人去修啊！我跟你们最恐怖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其实。刚刚 SCP 跟我鬼鬼我杀的，然后你们一直在左下角一直在讲那个东西，然后帮我拖时间。你们在讲那个，然后我要盘的东西盘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才比较新鲜。为什么一直纠结拍到尸体哦？对不对？那边要盘四个人，我这边只要盘两个人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我就说要你盘，那他们继续讲，关我屁事哦。他们就讲到一点。在吓我！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！我想说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又是 SCP 马的，然后就哦，好险，他们一直讲，我就哦好，继续讲。他成就赢了，有没有？好险呐、啊！